哎、欸，你们也可以讲话。我知道。你们打工吗？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关静。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好，那我要开始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直播，对，在我生日的时候，我想跟大家说，谢谢你们，一路以来。2020从返校到现在，就是一路以来的支持。对，那我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然后我收到了一些你们手做的卡片还有礼物，我很开心，所以我想开了这个直播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。对，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？对，我这几天在工作，这几天在拍戏，比较忙一点。我刚刚抽空回来公司，然后开个直播，大概一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对，好，要不要开问题？哦，下面有，下面有，灯光亮起来。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。对啊。生日愿望。好。今年生日的愿望，我希望就是，我希望大家把握接下来明后天的跨年，就是我觉得今年有蛮多。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发生，那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到来，你们可以在跨年的时候为自己许个愿，对，然后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身体健康，然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今天有过生日吗？今天，哦，我等一下可能会去跟朋友打桌游了。我在哪里？我现在人在直播。对，在直播。还有吗？